真的，这个先闹，这先闹住。我们回来了，刚才在街上买了好多菜，正好呢，今天天冷，老爹两个妈妈都在家，待会呢，我们卤点鸭货吃。哦，火着手，哦，大人，哦，行。哎呀，孩子，走，你说我等着吃就行了。先把这些鸭货呢给洗一洗，啊，鸭肉、鸭腿，啊，鸭杂都有。这全不归我，我婆婆就喜欢啃这个，就喜欢啃这个。然后呢，待会你多啃点，好了吗？好，行，吃两个也差不多。吃不两个那么大的，两个能吃饱吗？哎，这东西至少吃饱的吧？啊，再换点水菜。鸭货都准备好了。鸭货呢，冷水下锅，先来焯个水，来点葱姜料酒。动动不动，哈哈哈哈，自己佩服了，因为我吃的吃口味。我先来准备一下大料。把这大料呢装布袋子里面，省得吃的满嘴都是大料哈。哎呦，哎呦，哦，没事，咱用这个把它给扣起来，再洗。锅烧热了，先来点油，下葱姜辣椒，先把这个鸭货呢给下锅。哎，来个大料包，再来点老抽。再来几块老冰糖。喂，我们是不是来洗洗笼笼哈？哦，好。我在网上呢学到了一个小妙招，就是放点甜面酱，这样口感会更好一点。来，挤点甜面酱进去。有没有样的？哎，尝尝吧。对啊，那知道知道的。对不对？我这厨艺不能不行。就乖哦，不弄，今天就吃吧哈。没事嘛，怎么弄都行啊，怎么弄都行啊，只要能吃就行。这土豆片呢，还有藕片，放锅里面，稍微放下就要出锅，要不然的话就煮烂了。上次我做的时候就有点烂了，所以这次长记性。把这个鸭舌还有素菜下锅，一刀一大锅，这一下就一大锅了，一大锅满了。油和油素，这样吃起来太滋润了。哎呀，哎个老天嘞，怎么也能吃了吗？没事，等会儿送点给俺爸吃哈，过完年送点给俺爸吃。给老爹个鸭腿啃啃，不不，啃啃啃，老爹啃啃。哎呦，你这有肉，快点来。你味道怎么样啊？很味道好，好，你要爱那种，每次我太高兴，也把这狗吃。我知道你话啃鸭脖子了，你就热天个骨头上的好吃。嗯，香。哎呀，来得开心，吃了。使劲吃，老板，还有一盆等着你。真的，这个先闹，这先闹住。人家吃饭，人家没的，我吃果汁果。哎，吃的很好啊。能吃够口福。他婆婆说，自己吃，自己吃像小老鼠一样。然后。
你这边说话，因为人不懂。嗯，不懂，不懂，听不懂哈。嗯，有人家说话，你我也听不懂。俺那说话懂。嗯，有人我也听不懂。俺边说话是普通话。我妈觉得她说的是普通话，婆婆觉得她说的是普通话。普通话。嗯。那你说你家姓什么吧，给大家听听。姓曲。姓曲呀？啊。哪个曲呀？大曲的曲。大曲，什么大曲？知道吧？徐，双人徐，还有南京老师教的。南京什么老师教的？朱老师。朱老师。后来是南京家长红，朱老师教的。